家常做法饭店的味道。大家好，我是大轩。我是老倪。啊，我是老倪。我问你了，我问你叫啥了？你问我，我也老倪。你愿意叫啥叫啥。哈哈，这杏鲍菇这玩意儿，十个人九个人有时候在家做不好。啊，这玩意儿做出为啥说有味儿？一般饭店做它都是用咋做呀？过油做。啊，那么咱们家常的做法应该怎么整啊？首先咱们改刀，先给它改成小段，然后呢顶刀看着没，先给它切成小片。啊，哎，切的不要太厚啊、哦，太厚了之后这个蘑菇一吃它不爱入味儿，这是细节啊。啊，然后给它改成筷子粗细的小条。啊、哦，切成条。哎，今天咱们做的是杏鲍菇蒜苔炒香肠。啊、哦，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孩子、大人、老人都爱吃。嗯，可好了。可以。这菜我跟你说，只要注意细节了，家里面都会夸你是大厨，而且都愿意吃。你看着没？重点我就得这味儿。重点不是扔地一块啊，刚才是咋的？没整好，一下掉地下了。嗯，这一锅可以掐了，老弟啊。他们都没看着。嗯。再一个，下回之后呢，我没让你介绍，你别老介绍你自己。嗯。你叫老倪、老六的，你叫袜子能咋的？你叫不叫我也叫老倪？你说又扔地，你扔地呢？你又扔地一块你给我气的，扔地两块了，这捡起来，投一投，掉地下没超过三秒，我爸说了，没事儿。嗯，一会儿洗洗你两块啊，搞出去洗一洗。好嘞，切点红绿辣椒，辣椒也要是跟它切一样的条就行啊。嗯，这主要咋的呢？搭配一下颜色，哎，啊，粗细均匀，配色，配色的，咋的？配色的，配什么色啊？色吧，什么叫色？色儿吧，你搁那插着把火，家里有蒜苔的，放点蒜苔也行啊。这现在这蒜苔挺嫩的啊，这开春的功夫是不是？哎。不是开春的，现在属于算春天嘛，知道吧？完了，这个香肠也给它切成条，粗细均匀的就可以啊。配料非常简单，清晰不？清晰。讲的详细不？详细。都看明白了吧？看明白了。看明白了，把屏幕给我怼过怼过。嗯嗯呐，这香肠就挺好吃的。倒上了。哎，这炒点蘑菇那没完了。嗯。蒜苔、辣椒、香肠、蘑菇、葱姜蒜，准备好，咱就开始操作。这道菜咱不放肉啊，你愿意吃肉，你放点肉丝也行。好嘞，首先这个杏鲍菇得焯下水，水开了之后你焯烫几分钟、嗯、啊，焯熟的，焯透的啊，就是家常做法饭店的味道，爱咋咋地。好，开锅焯烫两分钟，这时候锅里面再少放点油，因为把这蒜苔也焯烫一下，搁点油呢蒜苔会更加翠绿啊。哎，都搞里头了。哎，扔里头之后，辣椒啊，不是蒜苔啊，变绿了，马上来就给它捞出来，别焯烫时间太长，焯烫时间太长就影响口感，还发黄。啊，看着没？全给它倒出来，倒来之后，这时候重点细节需要把这菜的食材略微的给它挤干水分，因为这蘑菇就像啥，就像海绵似的，水分太多，你一炒它就水了吧唧，它就不好吃啊。接下来不能直接炒，咱们需要把这个蘑菇煸炒一下子。煸炒出这个多余的水气味儿，这样你炒出来菜它就不水了吧唧的。啊，细节，得煸一煸。第一步锅先怼热了，不怼热、嗯、你炒出来菜要有香肠它就粘锅了。啊，日的一切呀，仿佛都在昨天啊。做菜你不能让，做菜就是一种生活啊，讲究的是啥？就是乐趣，有生活有乐趣，这个人才能有趣儿。认为我说的对的，给我打个对啊！这时候锅里怼热之后，加点油，看着没？看着了。炒菜必须得这种状态啊，别怕它冒烟。这时候咱把多余的油给它控出来，然后再少加点油。这时候油必须得怼热了啊，把这菜直接扔里，瞬间刺啦一下子，看着没？哎呀，这时候咱们进行炒，把这水分给它煸出去啊。嗯。家里面这个火不够用，你要先把锅先怼热的。慢慢扒拉呢，看着没？这是细节，哈，滋啦滋啦的。炒好了之后，直接给它倒出来，重新起锅烧油，看着没？少来一点油，下入少许的葱姜蒜给它炸锅，看啊，扒拉出香味来。这时候重点来了，看好了啊，重点来了，少来点啥呀？这是生抽酱油啊，再少来一点点的十三香啊，直接下入蘑菇啊，下入蘑菇了不要紧，这时候咱们再加点蚝油。蚝油管啥的？提鲜的，提鲜的，再来点老抽，上色的，上色的，看着没？嗯，炒它，颜色上来没？上来了。上来之后，咱们开始调味儿。这时候我跟你说，老抽跟生抽、蚝油都是咸的，注意别给这菜炒咸了啊！看好了啊，
少放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盐，来一勺鸡精，再来少半勺的味精。不爱吃味精，你就放盐鸡精就完事了。不爱吃鸡精，你就放盐味精吧，就完事了。不爱吃鸡精跟味精，你啥也不放，那肯定是没啥味儿。再来点白糖，提提鲜味儿。胡椒粉是做蘑菇、做豆啊，放一点没毛病。它是咋的呢？提提辣味儿的。这回扔里炒，大火炒啊，炒上锅气啊，可以少来一点点的清水。炒完之后色儿都够用了啊！这是准备啥？这是勾个芡儿，在家里面你直接出锅也行。我这是为了好看嘛，少勾点薄芡儿啊！看着没？看着了。直接扔里炒。哎呦，我这小菜给你扒拉的，太厉害！最后翻炒几下，家里面有调料或者香油的，少淋几滴的。哎，再来点蒜末，咱就出锅。好，不炒了。哎。这小菜给你扒了呢啊立正不好不好立正看着有每一个蒜苔你看着没都给它包上馅儿了蘑菇也是一样的啊嗯你得看细节注意细节啊哎炒菜必须炒的这种有焦香味儿记住了啊以后家里面不会做菜的你就到我这扒拉扒拉啊别问谁说就说我说的别莫给我怼过怼过、嗯、最后我问你一件事知道谁炒菜最厉害不你炒菜最厉害出啊那谁呀？广大网友炒菜最厉害，啊、因为啥呢？厨师15年经验，都干的有点不会炒了。哈哈这回这个菜怎么样呢？做怎么样？给我打个分，我看能打多少分吧。啊、这菜炒真好，真有食欲。盛饭吃吧，看看。